今天我们来镇上嘛，陪我们家大宝办了身份证，然后买了点虾，买了点香蕉。那奶奶还等着我们回去包饺子吃，那我们先回家了，好不好？好的。那我们去坐公交车了。啊？哎，我们回来了。阿宝，开车！耶，妈妈回来了。哎。这么多小朋友的。哥哥，我看见蟹爆了。香，把它记录下。哎，吃香蕉呀！来来来啊，我们包饺子吃中午。来来，你们先吃饺子来。现在老妈跟妹妹在包饺子，这个应该叫云吞啊、哦，我们这边但是喊饺子、哦。啊，这里个都得包着放那边。包姐呢？等一下给你放那里面的，这个记下去。那包是这是冰的，嗯，这些香蕉都是冰的。嗯，跟他讲一下。博弈说要放虾仁，还要放那个玉米。那个虾要炒着吃的，一样的吃的，算了嘞。博弈要把你们快点吃哦。管够啊，吃完了还有，听到没有？快吃吧。Hello， 休息一下呗，吃点西瓜，妹妹。哎，来，手套。开心吗？开心。休息一下，吃西瓜了再。甜不甜？甜的话，明天再买一个。好冰哦！甜。放冰箱里了，这天气肯定。今天好冰啊！你不是喜欢吃冰的吗？你今天都要喝冰水，是不是？啊，这西瓜还可以啊。阿宝好不好吃？嗯，还好吃。阿宝昨天自己一个人都干掉了一小碗啊。嗯。是不是？好，等下妈妈再买一个哈。你们要听小姨的话啊。嗯。博弈阿宝吃点猪脚，今天我们有这个鸡尾虾、猪脚、西红柿鸡蛋汤啊。你把壳剥了嘛，好不好？等我妈妈来给剥也可以，自己剥也要的啊，好吧？没有让你吃壳呀，是不是？等我把这最后一个放下。发现没关系的，西红柿不吃啊。来来来，我剥一下。现在过来陪我老妈拔点花生米回去煮给小朋友吃啊，这是我老妈自己种的，去看一下。哦，好新材料妈妈。看有没了。好嘞，做点事汗水直流了吗？那我们回去算了。嗯，差不多了，够了，回家了。嗯，走了，我们回去了。嗯，这天气实在是太热了。我们还是赶着下午来的，不过刚刚那边有太阳啊，妈妈。嗯。对啊。他们等下吃煮熟的吧，还在锅里。你喜欢吃生的？生的，他们说吃的更营养啦。原味啊。蛮好吃的。这个也不算大个了，还好，因为是老妈自己种的。我们好久没去看了，里面长了好多草。因为最近太热了嘛，哈。全部挖了吗？没有，才拔了一个小角落。花生米啊，差不多了。这个凉一下吧，有点烫啊。
小月宝要吃花生吗？先吃点花生吧，爸爸，阿爸写完了没有？仔仔，花生我就不吃了，我写完了。哎、你写完了？嗯，好吧，反正就四页嘛。阿爸还剩多少？阿爸，啊，写了多少了？仔仔，先下去吧，等会要吃晚饭了，先吃点花生。拜拜，刚刚就说了。